友情站台险些撕破脸，火爆控诉恶行恶状。自己最好的妹妹哇，创业我帮你免费站台5家，你给我一点干股，我都没有问题，都 OK 的这样子。他再也没有打给我。你是几家？因为我看到你2、3次，第3家以后就没有第4家了。运气不好的那个干股屁股啦，干股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